那我现在要跟你们确认的就是什么？有几个故障点？好、哦，有几个故障点。第一个嘛，哈、哦，那时候跟你们讲副水箱就是高线跟低线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引擎机油室哈、哦，到时候会有那个哈、哦，不是用布哈、哦，有没有？拉起来，擦干净，好、哦，然后放进去，对不对？第二次才做检查哈、哦，一样，稍微轻放到这边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抽出来。这怎么那么高？嗯、好，放上去，好，拉出来，好，有没有？它在高点的位置有没有？但是没有超过高点。这旁边这个呢是什么？是刮出来的哈、哦，它其实在这边，好，有没有看到？转一下这边吗？看不到这边再一个了。哦，就是圈圈的哈、哦，你们到时候可以随时自己出来拉哈、哦。OK， 好。好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电瓶哈、哦。电瓶哈、哦，它这边就是什么？低线，这边就是高线，有没有？低线跟高线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就要看判别异量有没有？看得到吗？有吗？嗯，好、哦，如果他有做故障点的话，就是其中一个没有，嗯，好、哦，这样子理解吗？没有到哥，那从这边看哈、哦，红色这边是正极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要勾格子的话，就是从这边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啊，如果红色是在这边的话呢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样理解吗？好、哦，那再来呢？哈、哦，是，谁把我的？好，再来是什么？刹车油量有没有在这边？哦，这个不是一个锁哈，这个只是卡榫。好、哦，刹车油量在这边。好、哦，那要怎么判定呢？哈、哦，因为它的什么高低线不是很明显，所以通常呢，这边里面会有一个什么绿杯哈、哦。如果呢，你打开的时候看见这个油有没有超过这个绿杯的上缘，我们一般判定就是过高。如果你看到是什么，它的底部是这样子，哦，就是过低，好、哦，比如说你现在打开了，你看到是这样子有没有？就表示什么？如果它有液面已经超过了什么？哦，超过了那个滤杯口的话呢，就是什么过高，这样理解吗？好、哦，这样理解吗？这个，这个是滤杯。超过这上缘就过高吗？对、啊。如果还在上缘以内，就是 OK 的。对。啊，如果这样子是 OK 的。没有，这样子的话就过低了。如果你没有看，如果你看到的是这样子的话，有没有就过低了？就是已经见底了嘛？已经见底了嘛？看不到就 OK 吗？也不是说看不到了，你觉得哎，它这样子有油，对不对？就是 OK 的。这样就 OK 吗？对，好，理解吗？哦、好，再来是液压油量哈。液压油量一样哈、哦，你记得你要开这个开关的时候要小心哈、哦，因为它是塑胶的，它是铁的哈、哦，我真是怕人家偷。哦、不用转那么紧哈、哦，记得一样哈、哦，不要直接抽出来哈、哦，顺势在那边擦干净哈、哦，不然你抽出来这边就滴的到处都是油哈、哦。那这个呢哈、哦，液压油因为是透明的。所以这个你要插到什么？没有放油光哈，不然等一下会不好看。然后放进去哈，这时候呢要转进去哦。它锁进去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一放下去就锁，你要先反一下，然后让它对到牙。好，进牙之后什么？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把它拉出来，然后呢稍微含一下哈。三条线，一二三。我们在哪里？这是下线啊，是吗？对。这上这下。在这里。对。好，在中间再下面一点点。反光了，对啊，反光了嘛，中间在下面一点点，这边，有没有？好，好，自己有空的时候来这边看一下，然后再把它放回去。好，这个前五项就是什么，上下那个高低线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。现在就是什么？离合器及寸动踏板动作有没有？离合器及寸动踏板动作。是啊。好。如果。哇塞，这谁给我弄成这样？跑掉了。没有，大概听的声音。来，离合器及寸动踏板动作哦，我们要过去那一台哈，因为这两台现在是故障的。
哦、你好专业啊！没有，到时候拍完再给大家看。对不起，好，我要走。来来来，我请问，你先拿这边来。二手牌的，来我。哦、你一定要在转动大板，有没有哈？你手。你是谁啊？不能弄这个。没有。这都是一起动。来，你要去顺动踏板哈，你要记得哈，首先它要有一个什么自由间隙，有没有这一段？哦，这一段有没有自由间隙？然后呢，你要往下压，它会有一个很大的阻力，然后弹上来。然后你在检查这个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检查，你用你的左手扶住这个地方，好，然后这样检查，好，刚好你的身体可以撑着，然后用力压下去，有没有？因为你压下去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的脸会去打到杯子，所以你要保护自己。好，那么压下去会有很大的阻力，这就是什么，有空的时候压一下那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什么，如果是故障的话，就是变成这样的情况。整个掉下去啊？它完全哦是什么松的，有没有？这样的吗？完全是松的。好，来试试看，试试看两台按按看哈。跟上这边。软掉，哦，有空的时候可以两台互按一下哈。好，好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跟各位看一下那个刹车踏板作动哈。刹车踏板作动一样，很简单的，说用手扶着这个哈。然后呢，刹车踏板作动是怎样？它一样会有什么？弹力，自由间隙。自由间隙啊，然后呢，你为什么按不下去？那就表示正常。所以呢，离合器是什么？有自由间隙，要按得到底，但是会有阻力，要正常。那个刹车是什么？一样有自由间隙，但是要按不下去，叫正常。好，理解吗？那如果刹车踏板是异常怎么办？就是你按得下去。来按一下，有没有？对，好、哦。如果你的刹车哈、哦，你的刹车一踩有没有直接到底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就叫故障哈、哦。这时候你只能做什么事情呢？尖叫而已哈、哦，只剩下尖叫而已哈、哦。好，来，踏板按一下哈、哦。哎，那个离合器跟刹车踏板只有你们今天可以体验得到哈、哦，所以你们今天之前都要来按一下什么叫故障哈、哦。之后恢复就不会再做那一项了哈，因为那个拆装很难拆装哈。哎，那边这一台是故障的哈。左边这台是正常的。正常的哈，右边那台是故障的哈。哦，那个刹车跟离合器的差别是刹车压不下去，它离合器才压下去踩到底这样子，但是它有难度在哈。这个故障。起不来，看到吗？突一下就整个趴下去。那就像汽车刹车一样，踩下去，一脚踩，到最后变软掉。因为我们这一型，它这个是调整钮，不是卡榫，所以你只要检查的时候，只要往这边推就好了。有些人就，有没有手去扭到哈？记得往这边一推就可以了哈。这就是什么？释放的。好，当我要人家检查的时候，请你把手拉过来，有没有？这一段是什么？自由间隙。然后过来这一段高处的时候，你会要施力，好，然后会有一点钢索拉紧在绷，钢索拉紧的那个感觉，那个就是正常，好吗？啊，好，好。那如果它是异常会怎么样呢？有异常吗？对，大力一点，不要怕到坏，大力。反正油压跟机械波动就一定要有那种弹力的感觉啊，有没有弹力？这台有吗？看一下。我拉一下哦，借我拉一下。用左手。对啊。哦，对，对。挺好拉的。好、哦，就这样子，好、哦，自己拉拉看。直接拉开了。左右两边去加看看哈、哦。好。
一个是少年的，一个老爷啊。好，好，那个你今天有空的时间都可以再来拉拉看哈。我不会，我那个下课之后才会恢复哈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去比较正常跟异常，哈，就是什么，就是离合器刹车跟手刹车哈，那边是正，那台是正常的，现在这一台是做故障的哈，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千万不要这样子按哈，因为你这样子手腕会受伤。记得你要拉的时候，你要拉的时候有没有？我刚才是不是这样放？拉的时候就是用你的身手有没有尽量垂直，然后用你的身体的力量往后拉。好，那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尤其是女生力气比较小，对不？哎、欸，考完这个之后手就扭到了，好，好不好？你将你的手背拉直，然后往后用身体的力量往下压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再来是什么？安全带有没有？好、哦，那个没关系，那个今天你可以拉很久。安全带有没有？各位，不要太执着哈，有没有执着一直这样子？好、哦，一定要卡到这个哈、哦，不要这样子做哈、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我们的椅子是什么？是立起来的，有时候那个重力开关它不会卡到，所以你在检查这个的时候很简单，把它拉起来之后，扣上去，然后。不会掉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但是你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就这样轻轻一拉，好，不会掉就好，好，理解哈？好，然后再把它释放掉。如果它异常点的话，故障点的话，就可能会一个缺件，或者是什么，你这个东西连卡都卡不上去，好，这样理解吗 ？OK， 好，再来呢，轮胎胎压嘛，哈，胎压就四个轮子嘛，啊。来固定他要他自己要走一圈哦哈，那就不放弃了哈。来固定螺丝哦，来大家站后面一点，来蹲下来哈，然后检查一下裤子哈，太紧那边就不要再穿来了哈，好不好？因为你要蹲八次哈，九次十次哈。来前面的就是检查大哥的，昨天有跟你们讲，这是轮轴哦，这是轮花，我们要固定的是轮胎。大颗的这一颗，总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那边有没有一样？检查这一颗大颗的，也就是检查比较亮的那一颗的，生锈的那个就是没有人摸过。那你看那个亮的，就是每个人都要摸了，好、哦，是吧？就检查这个，每一颗每对，不是点，就是每一颗轮胎都要用手去转，看看有没有松动，理解？不能复归了，松动就松动了，不要再复归了，好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每一颗、每一个轮胎、每一颗你都要检查。你运气很好，如果下去第一颗就是什么异常嘛，你就勾了。另外三颗没有检查，一样算错。好，这样子要理解吗？还有你千万不要哈，很偷懒哈，到这边之后哈，想说铅笔坐在那边有没有，就蹲下去，然后就这样子。然后就这样起来了、哦，那边有那个哦，凸面镜哦，好不好？还是要摸，好不好？哦，还是要去转动它哈、哦，千万不要蹲下来，然后就起来就蹲下来，然后就走了、哦。好，那一样铅笔会被你算错、哦。好，再来是什么？喇叭，主要跟你讲喇叭怎么按哈、哦，喇叭千万不要这样敲哈、哦，好吧？这样敲哈、哦，第一个这样敲有没有？永远敲不出声音哈、哦，这样子有吗？喇叭哦，这边有三个对不对？所以它的接触点正常的是在这三个点，所以你先按什么？其中一个点，没有的话就按其中一个点，懂吗？哦，然后如果有的话就按，哦，所以它这个点应该在这边，哦，懂吗？所以你用你的手勾住，不要用敲的，好不好？那但是也不要按出来有声音就要有声音的，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监平在滑手机啊，什么事情？好吧，不要搞他哈、哦。啊，你检查的时候要附送哦，像我一样要附送完之后再做检查哈、哦。好，现在呢就是什么？指示灯有没有？指示灯要开电门哦。嗯。好、哦，开电门哈、哦。记得每个人都要来练习怎么插拔钥匙、插钥匙跟拔钥匙，还要开电门哦。开电门一开，有没有？好。好，如果当天太阳很大的话，你可以用手遮一下，有没有？我就检查这两个灯而已哈。那、哦、昨天有讲过了嘛哈。哦，左灯不亮要勾右灯、哦、就是你要去仔细看、哦、那个 O 开头的就是机油、哦、C 开头的就是什么
电瓶哈、哦、，OK， 好。当你开完电门之后呢，后面就是检查电系了，你的电门都不用关了哈、哦。然后再来是什么？检查大灯。这时候大灯开关在这边，哦，大灯开关在这边，它有总共有两段，这边了、啊，钥匙的下面，嗯，好，钥匙的下面，哦，大灯开关在这边，记得。记得哦，它有两段，第一段我们不要管，直接拉到最后一段，直接拉到最后一段，然后往这边看，哦，假设这个灯不亮，我们要拨哪个？左灯还是右灯？左灯，左灯嘛哈、哦。OK， 好。好、哦，那你作答完之后呢？你务必要记得要复归，因为这个项目很多人不会复归，就直接什么打方向灯了。这时候呢？那你就很可惜了，未复归就错一个了，理解吗？了解。所以你检查大灯要检查方向灯之前，你要把大灯在什么推到最底，啊，推到最底，你千万不要很小心的哦，我只推一段了这样子哦，不行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小灯还是亮的哈、哦，要把它推到底。好、哦、，OK。检查方向灯的时候，他没有先叫你检查，先检查右灯还是左灯，所以你随便搬哈、哦。来，我们来看哦。这刚才说的是什么灯？左灯亮，右灯不亮，所以要勾。没有啊。左灯亮，右灯不亮，所以要勾。没有啊。右灯嘛，是吗？没有，左灯亮，右灯不亮，要勾。正常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方向灯啊。哦，对哈、哦，方向灯是要检查前后哈、哦。啊、哦，左边前，所以你要检查方向灯的是要这个灯亮，然后要到后面来。再勾一下。啊、哦。这个灯有没有亮？有哦。好，我们再放另外一边。好、哦，还前面有亮，所以后面也有亮，所以好不好？所以你要这样子看，啊、哦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什么？检查完之后还有亮，好、哦，啊，另外一边，啊，后面有亮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他会认为他有可能会认为你只有检查前灯，没有检查后灯。我没有看。好，这样理解吗？了解。理解哈、哦。好，再来是什么？刹车灯嘛，方向灯，再来是什么？刹车灯嘛，刹车灯一样按这个什么刹车踏板有没有？好，刹车踏板的时候就要看后面的镜子有没有？好，轻轻一按，好，两边都亮，来对过一下，我的镜子为什么花椒？好，看一下这个开关有没有？好，确认两个灯有没有？好，如果你看到镜子按下去，两个都有灯有亮，哦，你就可以很放心。好、哦，万一如果有一个灯没有亮，你就要很小心，你要去注意左边还是右边，理解吗？好、哦，可以吗？因为我们当时看镜子的时候，如果这边这个灯不亮的话，你会觉得它是什么？右边嘛。对，就是你这样子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哎、欸，我这是右手边，你会觉得是右边，有没有？事实上它是贴高机的左灯，理解吗？所以你。看着镜子，如果没有亮的话，看着镜子的时候，你要非常注意左右边、哦、再来就是什么方向灯哈、哦，不，倒车灯及倒车警报器哈、哦。来，接过一下。好、哦，好，倒车灯及警报器有没有看到这个箭头？哦，记得把这个杆子搬到最底，然后来后面来检查。这两白色的灯是什么？倒车灯。左灯，左灯有亮，右灯有亮，所以这一题答案要勾什么？正常，不正常。对，他要叫你检查什么？倒车灯及倒车警报器，你有没有听到警报器的声音？没有，没有。OK， 所以这一题也常常有人出错哈。警报器哈，你有听到声音就是，哎、欸，这警报器好像坏掉。这个声音。哦，警报器的声音，理解吗？了解。哦。对不对？它要响，哦，因为它是听声音响的，所以很容易被忽略掉。好、哦，理解吗？好，再来就是工作警示灯没有照片的那一颗，它没有开关，它只要电门一打开就是常亮的，就一直闪。哦，对，哎，好，那通常这时候呢，因为电系已经检查完毕了，你要关什么电源？电源，对不对？你要关电源，这时候就应该要关了。如果你没有关，至少你回去，你交卷之后钥匙要拔回去。嗯。好，那因为这时候你是在这边检查的，然后检查灯，你会很习惯的什么，在这个地方开关。不行。可是你想想看，你这一辈子有没有用左手去开过电门过？没有，很少，只要去那几乎不可能。
好、哦，所以你这时候呢，你用左手就会什么，把这个东西启动的机会就相当大，就相当高。所以我建议各位哈、哦，要开那个开端，还是什么，还是你还是到这边来，然后用你常用的右手，左右你才不会什么搞错。好、哦，正常在这样，这边要关的啦。如果你没有关的话，就什么，就记得，好、哦，就记得你要教训的时候，记得要把钥匙抽回去。好，可以 ，OK， 好，再来就是什么液压缸及液压油管泄漏有没有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液压缸，液压缸，哦，它可能就是在这个油泵处，在这边淋油，或者在这边淋油，或者是什么？哦，或者是在这边，来，各位，再远一点，来，倾斜缸在这边。哦，那个就是油封处哈、哦，下面有一个好、哦，就是说在那个的下缘，可能你会看到一滩的什么异状物，哦，左右两边都很接近异状物。好，如果你蹲下去、哦、看到那边有一滩的异状物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勾什么？漏油啊？异常或什么？漏油？你怎么确定？你怎么知道那是油？懂吗？如果你在下面看到有一滩油，就是一滩液状物，你要手去摸，确定它是油还是水，还是昨天那一只猫在这边尿尿，好吧？分辨出来油吗？油跟水分辨出来吗？可以吗？哈，如果分辨不出来，你就点一下，闻一下，点一下，你就应该分辨得出来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它有六个位置。哦、所以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在检查动作的时候，我建议各位就照着检查顺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五、六，那你顺势是不是就检查就站在前面了？最后的地方了。嗯。啊、哦，第二十项，牙叉及固定销。牙叉我们不能够有断裂。不能够有裂痕，不能够断裂，不能有裂痕，不能够有焊接的痕迹，对不对？嗯。好、哦，另外呢，我们的什么牙叉销要能够什么正常活动，哦，两个都要存在。一下。好、哦，这样子。牙叉。OK， 这样就是什么？完整。正常。正常。如果牙叉是异常的话呢？好、哦，来，我们往这一台过来。哦，这个就是这个，拿一个牙膏一尝。少一点。要理解吗？有没有？它没有固定销。固定销的作用是在于什么？固定牙叉。让牙叉对，不要移动。要理解吗？如果它没有动的，它是在左边，所以如果你这样看哦，没有牙叉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小心喽。这个要勾左边还是右边？右边。哦，懂吗？方向不要搞错。有人这样看，开心有没有？做了一个左边，有没有就错？嗯。好、哦，所以你有分左右边的，你都要非常小心。哦，理解吗 ？OK， 好，二十项有没有问题？已经20项了，像这一个。20项了。正常来讲，现在已经不会把它弄成这样子。哦，不会是这样。